带过来这边，好，一笔资料，然后呢再切过来之后，把这些白色区域全部都清空，清空那单号，哎，不，特别要单号不能直接清空，因为单号如果清空它就没有了，所以变成什么？清空除了单号以外，哈，单号是要加一，啊，加一的话，因为它文字，所以你变成要怎么处理？这个可能要另外的，就是把它分开来，文字归文字，数字再来加，加完之后再串接回来才可以哦，你不能直接 S0030加一，啊就错了，因为它会告诉你说这个文字没有办法计算，能计算的一定是数字，OK 哈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点，第二个是说我本来哈那个销货单本来就记录上面的部分。一对一，可是问题哈，下面没有记录啊。同学会说，老师这没有记录，那我也不知道出什么货给他。所以这部分的话哈，我就把那个什么了，哎，这个地方呢再把它加上去，就是他到底订了什么东西，数量多少，那顺便记到那个销货明细里面。所以这个部分是后来加上去的，I 跟 J。那这个商品编号跟数量哈，跟前面的关系是。一对多的关系哦，一对多，所以一对多还比较麻烦一点点。OK，一对多的话，那我其实也是想出来的啦哈，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又简单，然后又不用花太多时间，又不需要说你还要动用到其他资料库，直接拿 Excel 来做就可以哈。好，那这里的话呢，我大概就把重点叙述，那第二个就把它按下去啊，这样就加一，然后其他删掉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。它的做法哈，其实如果这假设啦，反正一个电话过来，它就有个订单，订单反正你就这样订，订完之后呢，哎，又新增又过去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程式啦，因为这个程式哈稍微比较冗长哈，所以我们就不从头撰写了。我大概把那个重点跟各位讲一下。第一个一样插入一个模组，第二的话呢，我们要先知道哈，第一件事情。你必须要先知道说，目前销货明细它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所以也是向下追踪嘛。那我们要写到一定是向下追踪之后的下面一笔嘛。啊，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哦，如果里面完全是空的，那你就必须从这一笔开始。好，所以我这个地方的逻辑判断是什么？就是先判断如果续齿销货明细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我。不需要切过去，但是我可以透过这种叙述告诉他说，我的销货明细这个工作表里面的 A2 储存格，如果里面是空的，哎，目前是空的，对哈，那我 R 就等于2，意思说我从第二列开始，反之就是去向下追踪，那追踪一样哦，一定要是销货明细这个工作表的 A1 向下追踪加一，啊，这里比较跟前面不一样是。又多了一个续值物件、工作表物件，所以以后哦，如果你想要跨工作表的话，一定又要学会一个物件名称叫续值，后面括弧给它哪一个工作名称要 match 哦，OK 哦。所以第一个我已经知道说哦，目前哦，假设啦已经有输入一些资料好了，那我就向下追踪到9，加一就变10，所以 R 的话呢一定就10。假设我回来是10啊，我知道第10列了哈。接下来的话呢，我要把什么东西呢？一个萝卜一个坑呐，哈，就是把我们有几个栏位的资料丢过去呢，包含就是说，第一个我要把这个资料，这是 B2 哈，所以呢，把 B2 丢到它的 A 栏，A 栏的话就销货明，哎，就是销货明细里面的什么呢？销货明细里面的订单日期，然后哎，刚才应该是单号，好，把单号先丢到 A 栏。B 栏就订单日期、到货日期，以此类推。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分别把这个，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分别把它丢到销货明细的对应位置。好，所以呢，程式的写法了啊，特别注意哦，因为我现在游标一定是在这一边，那我要丢过去的，丢到哪里一定要写前面。所以呢，记得就是说，我要丢过去的是销货明细，所以记得哦，销货明细这边是需要写。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呢，我的叙述里面哈没有写那个工作表名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已经在这个工作表叫销货明细，所以哦你不要，其实当然你如果要写
的话，你就必须要写什么？你就是要写你的那个什么序词，这边就什么，就是销货单的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的话呢，你就打一个销货单的这个B2 里面的资料，B2 在这里丢到销货明细的 DA 栏里面去。但是问题哈，其实你已经在销货单了，所以像我的习惯哦，我不需要不喜欢写这么冗长，我喜欢就把它 delete 掉，因为你目前就在这里了嘛，你干嘛还要？比如我现在在台北市的贵阳街，我现在贵阳街就好了嘛。哦，我在台北市的东吴大学，有点太，所以你把它拿掉，但你要讲台北市也可以了啊，只是说感觉比较冗长，所以呢把。什么呢？把这个东西丢到 A 栏，把这个东西 D2 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订货名啊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所以里面的话，总共呢，一直到 G4，G4 的话就这个销售总额，所以也是跟刚刚一样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有没有？往前丢啊，只是说呢，这个部分是跨工作表的复制资料，现在只有复制哦，等于是把资料丢过去了。但是呢，丢过去之后的话，我们还要做什么事呢？就是再把资料清空。那需要清空哪些范围？包含就是说，B3 客户这个地方哈清空，然后一二这个清空，还有这个是一个范围，所以用那个什么 range，从那个 B7 到 B16 啊，比较 clear contents，然后这个 F7 到 F16 clear contents，所以，但是我单号现在还没有清空啊，为什么单号不清空呢？因为单号要把它加啊，但加一你特别重要，你不能说我就直接把那个什么 range B2 里面直接拿来加一哦。原来我的写法是这样，原来的写法是 range B2 哦，把它什么加一。但是如果你跑到这一行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。你把它像我现在是原来写这样嘛哦，把它执行，它会出现什么形态不符合，斟错一下，它就卡在这一行了。哎，为什么形态不符合？因为你要拿一个文字来加一，这个是不 OK 的。所以你要怎么去改哦？我刚刚讲过，你可以把它分开来，自串的先自串，然后就是数字的归数字。所以理论上是会这样的，就是把后面四个字跟前面一个字分开来。所以呢，前面一个字的话，我们就是什么？就是把这个地方用 left 前面一个字嘛，哦，left 刮胡 range 的 B2 的一个逗点一，哦，先把它独立，所以这个应该就 S，那这个不要加一哦，所以这个不加，然后串接 and 什么呢？后面的东西后面是什么？就是 right，然后把什么呢？哎，range B2 哦带过来，range B2 right 的。逗点四个字，这个才可以加一，所以这个 write 四个字哦，你可以加一，所以哦，它把这个00，假设啊0031的话，哦，啊，它本来是文字，但是你把它加了一之后，因为它里面都是数字，所以它可以加一，加一之后的话，它就自动怎么样？它会先把0031转成31，再帮它加一。所以基本上它会变成多少？32哦，啊，原来00呢就不见了，OK，所以哦，基本上哦，如果你加一之后，它就变成32了哈，那你就变成说你要再把它变回4嘛，那变回4嘛，我前面好像讲过，你可以再用什么 format，还有印象吗？我们在第一堂课有提过，它的作用跟那个test 哈 HU 一模一样。只是说它是在 VBA 里面，我就给它四嘛，然后再格式化成文字，也就是它的数字加完之后呢，再把它格式化成四嘛，啊再串接一个 S，再丢回去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我们来试啊，所以呢你这边按 F8，哎试一下跑一下，所以你会发现哦，本来不能有没有，现在有没有帮你加一了，啊把它加回去了。啊，所以特别重要，这个地方可能是这一题应该比较困难的地方哦。所以一，我先把它这个是 S 拆开来，这个是后面00031哈，然后把它加了一，它变成32，再利用这个变成0032，
然后串接的话就变成0032回来了。OK 哈，所以这一题的话大概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地方哈，我还没讲到，因为那个地方哈稍微比较困难。什么地方呢？有没有？你现在加一笔，这个后面的编号跟数量哈，我还没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地方是一，一后面是多多，一对多的关系。啊，其实这也是之前同学最常问到的，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这两个，没有做，我就没有做，因为太麻烦了，太复杂了哈。所以我就略过了，我想说啊，这个东西可能以后再讲哦。啊，后来同学还是追问怎么办，所以后来我就把它补一下，就是一对多的关系，有点像资料库哦。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困难，我待会再讲哦。